前在推特上向粉丝推荐了当年哈哈在 MBC 歌谣季所演唱的《矮个子小孩的故事》。他发文表示，这首歌给了小时候的他很大的信心，更写下心情 like 哈哈。而他发文所用的字句，正是哈哈在2018年所发表的歌曲，词上写着举起手来到头顶，心情 BTS like V。歌词巧妙地表达了当时哈哈想成为 V 的心情。而事实上，过去哈哈就曾表示自己是 V 的粉丝，如今被偶像提起，也让哈哈开心到推特下留言：“亲爱的 BTS 及阿米们，新年快乐！心情 BTS like V。”两人的互动也让粉丝们惊呼，他们竟然有着这样的缘分呢、啊。